在里面会有主谋跟他们两个的合照。而且你这个跟店我刚刚讲过，第二地址他们抢的时候，哦，真的很坏。刚刚在口袋，好吧，放进来。我们刚遇到土匪的，真的。我们刚遇到土匪，一群女土匪，一群啊，哦，好恐怖，什么都抢呢。哦，金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凯杰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们还没打你。好 ，OK。我是未来少女的凯杰，然后呢，我的手受伤，但我现在想吃冰，你们可以喂我吗？喂你吃冰啊？对。所以要帮你，你要想什么口味的？你们要猜啊。啊？不能让你们这么简单知道我想吃什么。那你有写出来你是要吃什么口味？不然没有写、啊，不然你一直都乱，一直改，一直改，我要心灵相通。不是，我说如果我买了芋头，你想吃，结果我买了芋头，那你就说啊，不对，是番凤梨。你知道仁甫哥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嗯，因为激情姐就是这样。哦，不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因为女人的心比较难懂。因为刚刚那一群女生太恐怖了，不要。那你要吃什么味道？你跟我没有，我们要心灵相通。那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啦？买两个。没有，你没有，你现在要写下来，你要吃的是哪一个口味，才可以确定我买回来。或者是你跟他们讲，其中一个讲。对，你跟镜头说。啊，你跟镜头说，我们不听。那、我要让他们这么简单知道想吃什么冰吗？没有，我们不知道、啊。跟他说不是跟我们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要确定回来是对的。对。让你变来变去。对。你跟他讲。啊，你讲。我刚刚跟一球多少钱、啊？一球四十块。一球八十，讲错。一球要80。80，我们没有多少钱了，我们剩200块哎。够了，我这还有30、40，我这边只剩60。哇，他这里你是集中口味啊？刚才有人买什么口味？他们现在要买是买巧克力，这样。他们都来买巧克力。他们是买牛奶跟那个。跟草莓。草莓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他们买过了，他就不会想要吃。对。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买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女生都喜欢吃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小心巧克力，而且心情也会好。对，好，来先巧克力，对，巧克力这种东西，一巧克力，尤其他们这种小女生就最喜欢吃巧克力。我看到土匪头来了，土匪头，我也想吃巧克力，你也想吃？好啊，这边还有，哎，够，10、20、30，那再战50、50，哎，等下80，七十，两颗就160嘞，差五块，140。两个140啊，那再给你那喂，那再给你40，哎，多少？喂，那现在我已经结了80块，就不能再结80了。啊？不能结2球的，另外再结。不用了，另外再结好吗？对，我们再结一个80啊。我们有钱，没问题的。没问题。来80再给你。80给你。巧克力。要什么口味？你说。巧克力啊。巧克力再一个。再一个巧克力。好。OK。哎，他几折？30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！我们都买两个，我们如果待会买错了，我们就没钱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你再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记着，待会你先忍一下哈，你先忍一下哈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巧克力。我手受伤了，还要喂你？对啊。这是你要的口味吗？你要先确认这是你要的啊。这什么口味？巧克力。答对了。哦，我是巧克力。好，来，哎，我这辈子齁只有在什么时候喂过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你老婆还有你女儿？没有，小时候我家人生病的时候。卧床啊，好了，只有卧床的时候。可以吗？好。过关了吗？很好吃。OK， 谢谢。所以，谢谢你。获得孔雀园的入场券。哦，孔雀园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这给你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拜拜。然后我们还有，哎，那可以买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刚那一球。对，我们说到做到。对。孔雀园在哪？是不是在那边？哎，我们先去，等一下再去那边一网打尽。先那个。往左边。往左边是不是？左边。你的左边还是我的左边？哦、好，那我们先问他再过去啊。正前方。OK， 好，来，走了，汤匙要拿。哦，汤匙要拿。对，谢谢。拿去。走。孔雀园，这边是不是孔雀园啊？主谋哎，这边应该不是孔雀园啊。这里又一个了。这边又一个。那里是不是也一个？好像是哎、欸，
你好。哎，锤子。我是未来少女陈云，然后想要问你们，这里有呼啦圈吗？陈云，你是不是才13岁？14。哇，好年轻哦，你女儿好小，女儿小，我女儿都16了，而且我发现你女儿也好，或者是谁也好，都长得好高哦。对，现在跟我们都长得好高，对啊。穿鞋子啦。哦，好，14岁的陈云，陈云。OK， 好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请问你们有呼啦圈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很抱歉，你们不能玩这一关哦。要找呼啦圈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边还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应该很近。孔雀园入场券，这边好像我们可以用走的嘞。这个好像也是要啊，我知道，是要刚刚玩游戏。这个是变装的，这个没有穿制服的，没有穿制服的。哎，有啊，他也是穿制服，只是他穿了一个吊带。吊带，穿制服很重要吗？对啊，有穿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嗨 ，Hello， 我是未来少女 Bonnie。Bonnie， 你好。我们要玩一个游戏。好。叫做兔子越野赛的桌游。OK， 好，来。你们有兔子吗？哎，啊，没有。兔子。哦，那很抱歉。我属兔的，可以吗？我不想跟你玩。因为你没有兔子。你刚刚那个是大叔笑话，真的，他不大想接，他一定很冷，对，很冷，那样，我不想跟你玩。他有，他露出了不屑，对，但碍于节目，他给你面子，他笑了一下，他还没有转过身，对，因为通常如果这样子就是转身的。他回去了以后就会说，哦，那阿庞好难笑，好油，对啊，就接的那种。不会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去找兔子，一个要，好，谢谢，一个要兔子，一个要呼啦圈。对啊，那边还有一个，一个要兔子，一个要呼啦。那边那一个，那边有一个女生，那边应该会有一个道具的吧。兔子，哦，所以难怪他们在这边这么久，因为这边的任务很多哎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我是未来少女秋璇。那我的宠物羊呢？芋圆想要吃红萝卜，请问你们有红萝卜吗？也没有，没有红萝卜。那不好意思，可能要先请你们去找红萝卜哟。啊，红萝卜？等一下，不对耶，我觉得好像不是，因为你看，我们一开始那个他说要橘子。然后这边要红萝卜，然后那边要兔子，应该不是关卡，而是我们要找到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应该不是任务要夺到哦，应该不是任务得到的哦。你知道吗？我懂你的意思，应该是在有个地方会有这样子。哎，对，那边会不会有位置的？对，我觉得是要找哦。所以我们可能要进去抓一只兔子给他。哎，那个兔子，对不对？可是兔子很难抓哎，他不会叫我们抓的，哎，这只好可爱哦，你看啊，他是那个浣熊，浣熊，好可爱哦，嗨，浣熊，哎呦，那个是白色啊，我第一次看到本尊哎，好可爱哦，不然我都在电影里面看到的，哎，他真的是，我在小偷的眼睛哎，好可爱哦，真的是星际义工队耶，对，白狐狸，好可爱哦，不是啊，兔子跟红萝卜应该是这。这边是不是有商店、啊、要买吗？刚才看到的冰姐也是哎，兔子。请问你们有卖胡萝卜吗？有卖红萝卜吗？在那边 哦， 有卖啊。有红萝卜吗？那我要买一包，不能买哦，不能买。我们是我们不能买，对不对？游客可以买。对。我们不能买，游客可以买。这边还是要有任务的。要跟你玩游戏吗？要跟你玩游戏吗？不用。哎，游客可以买。哎，但我们请游客帮我们买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胖，哎。啊，会不会又是要买钱？又要买冰淇淋？哎、欸，这是游戏的吧？附近有位头戴兔子发箍的未来少女小玩具，请一人拿一只兔子去找他。哦，那是拿这个兔子哦。点一个，走，注意看附近来，说不定还有别的盒子。好。
原来是要找河狸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他过关，他会给我们红萝卜，我们再拿红萝卜去找他。哦，对，有可能呢、欸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蝴蝶效应。嗯，睡梦罗汉。哎，属兔的两位大叔来了。Hello， 有你，我是有你的兔子。好的。啊，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找到兔子了吗？呀吼！呀，那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吧。好，来，我们玩。好的。这个游戏呢，叫做兔子陷阱越野赛。OK。桌游。嗯。然后我们猜拳，然后按照顺序抽牌，然后就兔子就跳跳跳。如果先跳到这里的就赢了，然后如果掉到陷阱里面的，或者是被陷阱弄倒的就输了。OK， 好 OK， 剪刀石头布。OK， 剪刀石头布。好。一二三。OK， 我伸过去。好。一，我切牌。从这开始对。好，第一张。转一下，转一下。OK。OK， 下一位。宝宝要跳出来。两步。两格。转，哎、欸，我等下，你差点就死了，啊，我差点死掉了，对，那我的兔子差点死掉了，兔子两格，哎、欸，我也是两格，那怎么办？两格，一二，没有，你放着，哦，我就跳过它了，跳过，对，哦，就算黄色这个，哦，一定要到上面翻嘛，不要旋转，旋转我就掉下去了，对，不要旋转，三颗，三颗，哦，可以啊，一二三，对，不要旋转，不要旋转，没有。一颗，嘿嘿，好，哈哈，你还在原地。哎，我一颗，哎，跳过了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好，换你。一颗，哇呼，一格，哈哈，一格，哟、哦，怎么是一格？我可以上去吗？不行。换你。二。哎，他追上你了。哦，三格， three. 一二三，哎、漂亮！我应该是四格，哎、欸，三格，我应该是五格。你有这么多？你没有？你两格啦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！旋转 ，OK， 哦，会有动啊！哦，一，对，在桥上，在桥上，对。有可能会掉下去。哦如果转到的话，可能会。它可能会咻，两格。啊！我死掉了，你们赢了。耶、yeah! yeah! ！这么简单啊 ！Yes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红萝卜，那我们就给你红萝卜去找我的姐妹。好，到墓园区，然后会有惊喜哦。谢谢你，辛苦，谢谢，兔子，拜拜。